欧洲的主要港口汉堡啊，我们看汉堡这里堵得不得了，对吧？绿的啊，外国在外面等破的船舶，你看有这么多，都走着要靠汉堡。现在有三四百条船在外面等，你往没有，肯定有大量时间。像大的船公司，他已经宣布了，他要跳港汉堡两个月，你可想而知，两个月里边不会解决。 四季度，那么我们的货运需求呢会进入到一个淡季，那么量的话相对会减少。四季度呢，随着疫苗接种的这个普及啊，很有可能港口的拥堵情况呢也会陆陆续续的缓解，所以呢价格很有可能会开始回归正常。